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校辩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辩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